这把的对手叫 Mary 312。哎呀，我也是 Oak。这一把怎么玩？很纠结啊。这把的话，我走一个奥克内战的猥琐流吧。前期我什么事都不干的，我就去你家砍砍砍。这把匹配到霸主的比较奇怪，我的帝王百分百了，还能匹配到霸主。什么事都不干，反正就杀杀杀，把他家里搞残之后呢，插棒。插爆流这个打法在大地图上还是比较适合的。大地图的话，这个视野控制对吧？尤其是像奥特曼这种英雄，你这个眼睛差得多，他不敢用疾风步过来跟我们的。他要随便跟的话，变形，我再砍出这个电刀效果，他很有可能就挂了。对奥特曼来说也是一种震慑吧。那插棒一般也不会出狼骑的，大家都懂。以奥特曼的电球代替狼骑的控制，那个电球在砍英雄的时候，这个控制能力不是显得特别强了。我这个 TP 呢，我不打算卖了，先拿一下。哎，看到了，那应该就是这儿吧，直接过去。不是这儿就是上方。哎，你想干嘛？疾风步一开，走起。不是这儿，上方。我看环有没有被买，没买的话给自己添个环。这么远的距离对于我插棒流来说太爽了，他也抓不到。环被他买了，粉的话也被买了。干农民许，干彩金的，飘着打。你操作够的话，自己 A 着。哎，要死一个。哎，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还要死一个，好的，先撤一撤，因为天黑了，我要买门口那双鞋的。疾风步开启去抢鞋。鞋还在，走，回头。他估计就练二吧，练二练三是有点难。我又来了，他没有封口，非常难受，我就赖在他家不走了，赖在后方，你怎么办？我这边也封一下，他封一个苦工过来摸我，你摸好了。对的，哎，现在很搞笑的一个场面啊！我把他这个金矿的采集打击的很厉害了，已经收了好几个农民，他现在有点乱了。哎，补了一个建筑封住我，能封住吗？我有 TP 吧。保了，
我又来了。他那个口子也正好放下一个战争魔法就封住了，那没关系，我们买个单船就行了。啊、他是练了书，单船再加上一个头环，走，又是一条好汉。这个节骨眼差不多是去干他二本建筑的这个 timing 了。他还有一次撒粉的机会，对吧？他撒到粉也干不死我的。天生三本，哎，看一下，没分住，哎，刚才这边能走的，二两，这边能走啊，太二了，这把我不一定要出插棒了。走走走，我觉得出嗜血黑牛都可以，随性子来了可以。看一下他是不是要封住这个口，有两个红血农民同死。这位朋友已经是不堪其扰了，稍微养一下，不要急，因为他小歪已经出来了。哎，我们这一把呢，抱白牛算了，我觉得抱白牛去他那边搞他地洞也是很恶心啊。走，疾风步开过去，还有红血农民，也是我经常用的一种猥琐招式。他是不是捕农民啊？真是有点受不了，我看着都觉得受不了呀。哎，放了，走走走，你追我呀，两个英雄都在追我，我们使劲的跑，跑跑跑，再跑一会儿这个效果就要到了。这波呢不要急着去了，我们把白牛藏一下，藏这儿，先回家买点药膏再去。我也是打得有点过于的小心了。哦，接着去爽，这个朋友估计是快崩溃了，主要还是自己口没封口的问题。哎，有肉吃。杀农民杀到两级，你说这是得有多爽。又砍了一个，好的，我缩进去，你别踩了。哎，他还真不踩了。我已经攒到四个白牛了，我们攒多一点，他三级的奥特曼，那我没办法，看有没有粉，没有粉，我还可以蹲一下，回头再砍一刀。是去买粉了吗？砍一刀，啊，变了我，走走走，没有了，从这儿走。传回来，柯蓝，再去，
咱们爆出特别惊人的白牛这个量吧。哎，我看到他在练级啊，他又看到我来了吗？他出的是狼骑，照了一下，哎，我就在这儿，但是他兜不到我，我绕一下嘛，不要急。那如果说这一波白牛要去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先练三吧，用白牛练一下级，直接练门口。他现在是比较虚的，练门口，复活有，然后再带张 TP， 这个样子。白牛练级不要小看啊，陆地上的毁灭啊，这个点练了应该是能到三了。刚才说要 TP 嘛，来一张。好，这也是好东西。哎，几分步开一开跑，这波居然被他抓了一下，不过没什么大碍，爆了那么多白牛，我先回家买一下药膏，然后出发了。出发，冲啊！有没有像玩那个 DOTA 里面的灵魂牛啊？灵魂牛的冲撞。哎，这波真是恶心到爆啊！我决定把它全部拆光，怎么拆？这个药膏卖了吧，买张群主，地洞全部拆光。后面呢，复活生好了，我们开始出黑牛了。看一下这边什么情况，哎，补了一根塔，出黑牛。这哭了呀，真哭了呀。而且我恶心在哪儿，用几个白牛人墙卡住啊，这个死就死了，没关系。人墙卡住，走。他有白牛吗？有，干了我一个，没关系，我再复活一下嘛。我决定先把他这个干了嘛，干了你这白牛。哎，贺兰。哎，时间要到了，别死，别死。干了他的白牛，虚无，很是郁闷。卡住位置，不让狼骑进来，这里也卡一下，要么奥特曼一个人在里面，啊，不行，他的奥特曼也能进来，反正就这样恶心他了吧，再去来张群补，卡住位置。嗜血插棒一起出，他进不来，你知道吧？哎，不要！哎，狼骑挽住，他应该还是要出白牛，但是没人口，这下尴尬了。这个朋友，这一盘真是悲剧啊，简直！来帮忙一起打，没有人口出，现在打不过了，他兵又进不来，这个打法太坏了，有没有？他有蓝，磕了，跑了。哎，这边想做好，
这盘实在是太欢乐了，我觉得我这边还可以进去一只白牛。对，来再来一只，他白牛点下去了吗？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就是让他开疯狂，我们去看一下。啊，又点掉了。哎，这怎么进来了？是不是分的不够严？虚无啊，健身出来加了一下血。哎，兜住了，兜住了，砍他！虚，怎么进来的 ？TP， 没事，我们再来一波。哦，他没有疯狂，我们再来一波。出两个插棒的。这个可以灭了。出两个插棒的加血。I am one. Yes. Oh. What troubles? Yes, Lord. Oh. 我还存点钱吧，杀两个农民。Something is doing. 是一个插棒。What task is there? What you want? Are you here and me? 还有粉吗？没有粉。Excellent choice. Are you here and me?好。他要补一下人口。好。好，插棒有了，但没蓝，等一会儿。我又来了。好，这剑圣真是无比的剑啊。回去吧，带个电球。哦，不要带电球了，就这样养一波冲过去。攻防自杀，现在特有钱。还需要一张群补的支持。我过去这波的话，白牛数量应该只有一只吧，一两只的样子。一两只的话我不怕的，你 A 我都要 A 半天。走，我靠，这十只白牛。啊，他也看到了，想收我，我自己 A。 啊，有本人进来，有本人进来。两只白牛 A。 白牛大军又刚才又没照到，那我这一波进去怎么打？哎，这里有一个人口切掉线，这波怎么打对吧？先伏击着，两个人口先灭了，居然还有苦攻。他也不修。走，我就冲进去杀他白牛，杀。杀杀他白牛之后虚无。好，拆地洞 Let's go。我靠，这被无限网住了。下去一只白牛，虚无，冲进去拆，复活，往上走。
几分步，哎，躲开了。卡位，虚无，虚无找机会卡位，卡位，卡位，卡位。他现在没有人口，然后我再去把外面这个地洞给干了，吃了。好的。升本了，我现在拉点农民上去开那边矿，这里应该是练完的，把这个升了四，看一下，哎，没练完，靠，没矿了。I answer the call. I am one. I dream of... 那你要出来的话，我又进去了。I am one. 进去先把他这几只狼骑给灭了。哎呦！不要急着开矿了。这几个狼骑肯定是没用了。I am one. 还有一些存款。好的，这把猥琐成功了。那有很多同学不要模仿啊，模仿我万一挂了对吧，挂了你别说是我教的。这个位置能出去吗？啊，出不去，那这只白牛也可以用了。自己也老家，白牛自己也吧，我出去了，出去看看他的疯狂。没有，有可能是开上方。好的，又拖了一个，他没粉了，三本是好了。哎，还有能拖一只，爽，农民呢？马上到六了。这把打到一人面罩也是非常爽的。他来拆我。去补一下自己的那个白牛。现在也不用卡了，聚在一起。他练下方，哎，把我的眼给排了，他怎么排眼的？那我等他下方练掉，我农民过去吃他俩。现在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还没有被显示？来，去了，要去多去一点。
干了。这里没有练掉啊，先干农民再去练。这个跑，恢复指环拿吧，毕竟是比我头环要贵一点的东西。他也不管了，继续的练，抓他，这个抓估计还能赚一只狼子。现在他究竟是还有什么东西呢？我靠，奥特曼我准备收掉。好的。哎呦！躲一下，躲一下。这个，我直接一个金人爆呀！啊，他退出了游戏。这个金人爆还是转一下吧。哎，动不了了，我还想去转一下。这一场呢？这个打法，我觉得这一场我还是比较恶心的，有点。S， 谢谢这位朋友的配合吧，希望这场视频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乐趣，好吧？另类打法，我觉得这位朋友前期风口问题没有做好，还有就是他对于我剑圣怎么说呢，没有很好的克制，家里插个眼嘛，家里插个眼，我这剑圣一直去，对吧？你就不用买粉了，而且粉呢要经常买，用两次，一次可能撒不到，只撒到一次，这样的话没什么用啊，钱花出去了又好像也没有解决家中的问题，对吧？好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